际的简报，那我看到的是说慈济非常坚持在一份善的置业。那我的想法是说，台湾虽然很小，但是还是有很多合法的那个用地。那如果一份善的置业能够在合法的用地上执行，我觉得会更功德圆满，而不是一直执着在要把不合法的那个保护区用地一定要执着的去开发。这个是我的想法，谢谢。好，谢谢你把握时间，我们还有五分钟，最后的五分钟。这位有位先生也是。